我靠，这有点呛声，讲不出话。大家好，我是东京走着瞧，我是鲍勃，我是文。今天我们要介绍一家位在新宿的 Sukiyaki 一吹。这家店啊超热门的，我们五点一开门进来，旁边全部都已经预约满了。这家店的店员呢会讲非常非常标准的英文，所以英文沟通完全没有问题哦。蔬菜板，先用牛油当底。这家店所用的是 A5 的黑毛和牛，看看这个油花就知道了。是这个 A5 黑毛和牛，完了，我靠，这有点太有声，讲不出话。那个蛋黄的甜，寿喜烧酱汁的甜，然后那个 A5 和牛的油脂加上那个牛肉的甜味啊、哦，超完美。两个字就好吃啊，真的不用多讲了。太好吃啦！再吃一口这个吧，吞下去吧。以上就是这次介绍的超好吃的寿喜烧一吹啦！我是鲍勃，主人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